18-year-old Ansu's son is behind bars after police say he told the student not to come to school May 1st because he planned to shoot it up. The student's lawyer says this is a misunderstanding. This is actually a joke by the student, but police are taking this very seriously. 这一次去的玩笑话会这样子，我们都觉得很惊讶，真的很惊讶。你这个侄子真的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做过违反的事情，也没有讲过粗话，一个很有名望的小孩子。我刚刚看到新闻说，今天有个起诉书公布说，他承认他想买枪。 对，他又承认说他想要买枪，因为他就是老实，人家问他什么，他心里想什么就是什么。其实他买的都是玩具枪，他不付保释金这件事情是真的吗？不是，他不付保释金，我们现在付保释金，你出来，他是外国人，要移到移民监去，一样也会被移民监关。啊，既然是这样子，你这样不可能放人。 你也，他没办法出庭辩护啊。很多会觉得好像离开他儿子。他虽然让他儿子很疼他，让他吃好的、用好的、住好的，可是他给他的条件是不伤害任何人、不伤害自己的东西。如果有伤害的。 他不是溺爱的那一种，你是我唯一的儿子，我不能让我的儿子当成败类。因为我听到说，别人说可以为儿子去死，你是百分之百相信。相信，我现在担心是这样子，我相信。如果说他儿子啊，被判有期在被关了。 我老妹绝对不会，我会崩溃，可能我也会崩溃。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